很少看到国民党的脑袋这么清楚，而且又是一位女性。可我也看过蛮多政治人物，的确你是一个人才。就算这一次不论选的怎么样，我还是希望未来你是个老师，是个教授，你可以有小爱化成大爱，持续在政坛上发光发热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可以改变国民党的人，所以我真的对你另眼相看。真的，我觉得国民党有这样人才，你们还不好好的把握、哦？那我刚刚跟你讲那么多，真的你是有魅力的啦。我个人认为你在台湾的政坛，如果你要还要继续从政，你一定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。而且我们台湾政坛缺乏理性的女性，台面上一些女士们看一看，应该是你是数一数二的。